知名跑车运用的这项黑科技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制衡动力小陶，三大神车之一保时捷918 Spider， 百公里提速2.6秒，极速表现320公里，顶级动态性能表现。作为专业发动机缸体生产厂家，今天来和大家聊聊保时捷发动机缸体的黑科技——缸孔等离子热喷涂技术。这是我身旁这台大家伙，它能大幅度降低缸内摩擦，提高发动机强度，同时也能降低发动机油耗。2018年，我们公司引进至今，也为多个行业客户提供强劲发动机缸体产品。关注制衡动力，持续为您分享更多行业知识。